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 Pokemon 救援六宝石。上次讲到嚟到呢个鬼岛之后呢，啊，又唔想捞个 save 之后呢就翻咗嚟呢度啦，我自己打翻翻嚟啦。咁其实都有少少难打嘅呢度，因为佢呢，佢呢一个系双打战嚟嘅，系啦。咁我就冇得用班吉拉同埋龙头地鼠嘅沙队组合啦，所以我哋一开头，我唔记得咗一开头咩精灵啊，所以我哋用鲤鱼龙先啦，系啦 ，OK。OK， 好啊，鲤鱼龙啦，都系嗰三只，其实都系，其实唔系喎，我哋可以唔用班格拉，长毛巨魔、鲤鱼龙再加龙头地鼠，呢三只应该 OK 啊，最主要都系开盾啫，其实出嚟好，先嚟个反射壁先啦吓，哇，壁勾喎，开唔到喎，反射壁，哇，热风好，光墙 ，OK。好完美呢、這个场，开俾队友用完全啱用啊！呢、這个龙头地鼠啊，对面火狮，我哋直接用岩兵啦，应该对面快啲有机会系啊！哇，系仲要俾佢咁样，唔紧要，我可以死一只嘅都鲤鱼龙，跟住呢度用呢度用龙宝啊！哇 ，mega 鬼火，哈勃布打火焰狮，应该都打唔同。因为又有太阳又有烧伤，好难搞。打一弹跳先咯，阳光烈焰对面。好再打死，拎翻一只就话搞掂。飞先，飞行宝石。哇，我哋队友完美。我哋嘅长毛巨魔做咗呢个辅助帮队友啊。如果只系得艾克斯一个咧，仲可以抵得我得住。再加埋你咧，果然都太勉强。可惜啊，你始终咧只系得一个人。只要将计划分布喺多个地方咧，同时进行就冇办法完全阻止我哋。已经完成抽取部分呢、一个神兽嘅力量吓，捷尔尼亚斯。时间太短咧，不足以咧我哋将其捕捉啊。因为被抽走力量而沉入咗粉呢一、这个沉睡嘛，陷入咗冇关系啊。力量已经足够我哋启动最终兵器。另一边咧，真丝已经咧成功捕获到嗰只嘅伊菲尔塔尔，哇，超难度 X Y 两只神兽。好，你识佢啊？虽然唔知道你之间咧有啲咩渊源，边个真丝啊？不过睇嚟咧冇办法阻止佢。呢一个系嗰个神奥地区嗰、那个，应该系啦。喺森林嘅另一端，而家讲嘅话唔定仲可以见到佢捕捉嘅最后一幕。我哋目的已经完成啦，再见。多谢你帮忙，我系艾克斯，而家咧环游紧呢个卡洛斯地区，追击闪耀队嘅后续工作交俾我咧。听讲咧，森林另一边仲需要你嘅帮助，我哋过告别。OK， 即系其实阿边个已经将呢一个，帮我复活快，帮我复活晒。佢而家应该系将呢一个嘅一啲唔同各地嘅人咧，去召集到去呢个地方吓。应该点样讲咧？我唔知点样讲会比较好。即是说呢，其实阿罩布已经将人手调配到这个时空度搞乱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啊。在另一边啊。这里即是我们要出回去。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?OK, 烧伤。水记。应该是这里出回去咯。是不是啊，我不知道森林的另一边哦。森林的另一边，使唔使出去？应该唔使出去啊！死啦，卡关呢度，荡失路而卡关呢度，呢度唔通系？唉，最衰烧伤咗，如果唔系佢死硬，咬碎。最衰烧伤咗，如果唔系佢死硬呢度，不过唔紧要啦，死咗系快啲，我就可以直接复活。岩兵啦，收场之过啦。跟住就要复活啦，唔使食呢个叫咩药啊？烧伤药啦，因为我冇买药。我喺呢度啦，喺呢度啦。冇啊，冇烧。我啱啱先谂住讲唔好烧伤，呢一刻即刻烧伤咗。转重先。啊，唔系喎，佢咪用咗灭亡之过，死咗佢啦，唔紧要。依唔系咩？比较超嘅电力加速，重生。麻鬼烦咧，啲精灵全部都烧伤啊、保护啊、剧毒啊，各种各类嘅嘢。好，呢度我哋直接换啦，换只比加超俾打。电磁波，电加速，电加速，慢慢电加速电死佢。
哇！竟然系呢个毒龙，毒龙嘅话，我哋出只长毛巨魔啦，一下秒应该。啊，唔系，佢毒龙喎，用错重添，唔紧要啊。中毒，鬼剑啊 ！OK， 冇事。哇，几惊啊！我几惊又烧伤，黐线嘅真系。唔知道今次呢一场是双打定还是单打呢？好，飞狐先嚟。哎呀，克雷尔快睇啊！果然嚟咗，系你真丝嗰边就快结束啦，时间咧同大人讲嘅一致，真丝系啦，就系呢一个啦。哦，阿南喎，阿南啊，冇见过你，你不水啊，睇嚟都唔系闪耀队。我名真丝，为咗变得更强咧，暂时同呢度闪耀队合作，为咗变强。我曾经咧受到咧佢嘅蛊惑咧。所以保护咧对自己重要嘅人就要成为最强，抱住呢种想法咧，虽然我最终成为咗冠军啊，但系回头睇咧，发现自己失去得更多。真正嘅咧系享受同精灵一齐对峙嘅快乐，系同精灵共同奋斗嘅成果嘅羁绊，无聊嘅想法，享受快乐咧就可以俾你咧无视属性嘅克制嘅咩？就可以弥补到种族直上嘅不足？只不过咧呃细路嘅天真想法，我先唔信呢啲咁嘅想法。你自己都话咧，抱住呢啲极端想法咧，成为咗卡洛斯冠军，咁咪真系证明变强嘅最好例子？唔信啊？对战啦！我是奥多拉，系呢一支人一战啊！哇，打交咯，先用扑击，哇，先用扑击啊！卡洛斯冠军啊，真系垃圾啊！咁简单就输啦，定系咧呢啲就系你所讲嘅享受乐趣，何等嘅无力啊！净系你啲无聊又天真咧，先会令你咁快输俾我，强大先系真理。OK， 点啊？单打。问题啊！跟住我秒杀，哎呀，点解又麻痹啊？唔麻痹都即刻赢，一麻痹即刻唔使玩。哇，仲用剑舞又黐线，到你啊，快啲啊！喺呢个沙尘暴底下，你嘅重可以快得过我只龙头地鼠，太残忍啦！呢个小鬼，哦，佢哋嘅任务已经结束啦。佢嘅任务就系阻止我唔好咁快帮手支援嚟。喂，上啦！宣布失败啊！你系我谂咧，你就系佢哋所讲嘅目标。你好，我系新晋冠军。你系啊，见过啦，啱啱咧输咗俾个真丝嘅少年啊！佢展现出咧嘅实力咧远超我想象，但我唔认为咧佢呢个执念系啱嘅，就好似过去我一样。等我嚟收拾佢啦！终于嚟啦，太迟啦啩！好耐冇见啦，我而家咧正同闪耀队合作啊！呢一个应该就系穿越咗时空嘅。已经成功报喎，作为交换咧，我获得咗另外更强嘅知识，一直同你讲要变强咧，就捕捉更强大嘅精灵群族。我嘅想法果然冇错，同呢个相关嘅数据咧，俾佢哋称之为种族值，种族值越高就会越强大。同样地，相同嘅精灵之间咧，拥有住个体值嘅差异，呢啲知识咧令我茅塞顿开。可惜咧，啱啱为咗捕捉佢咧，费咗唔少力气，如果唔系就可以离场六打六啊！而家剩低嘅精灵，睇下你有几进步啦，几多只啊？四只啊！哇，垃圾到不得了！即系我觉得好大机会输啊！我哋先用比加超出场先，点解呢？因为我唔希望用龙流地鼠，佢用格斗技打呢一度咧，我用班格拉啊。对面我知道对面有格斗技，但系我哋都要硬食啦，一系用长毛巨波，或者用呢只。OK， 坏晒佢，弱智仔啊，冇晒血啦你！哎呀，咁渣噶，我放埋光墙，咁啊重磅冲撞俾佢撞冇所谓啊。仲有沙尘暴都喊玩，我系龙头地鼠出嚟地震，佢应该会缓重嚟头，已唔缓。哎呀，马骝拉啊，班格拉冰针，佢有格斗技嘅，但系佢头先用冰针，会唔会佢冇格斗技呢？好啦，我哋唔考究，真系我都系用冰针，哇，轻松赢咗。其实我怀疑佢呢个难度咧系降低咗嘅，因为我睇其他人嘅攻略咧，即系我睇个攻略啦，啲 level 系100 level 嘅好多都，但系依家得85 level， 唔知点解。有意思，果然都冇令我失望。咁样 CC 咧，我喺风雨地区劲定。不过以你咁嘅实力咧，可唔可以赢到佢都系一个问题。好好努力啦，经过今次捕捉呢一个嘅伊菲嘅成功咧，闪耀团嘅团长应该好爽快咁接受佢哋嘅提议。再见啊，穿毒绳。咁我有咩做啊？你唔留啲嘢俾我？啊！就系、是、呢个救援洞穴啊！睇下先，边度嚟噶？成支龙佛吓？呢、這个大人屋嗰个咩嚟？呢个系大人屋个咩嚟？咁即系话呢一度系用嚟俾我出翻去啦，系嘛？好，报告报告，
果然连卡洛斯地区小妙队都牵涉其中啊！扎奥博依然冇出现，但系今次事件咧同以往唔同，总算露出马脚啦。睇嚟对方嘅计划咧就系退到最终阶段。你有冇注意到今次嘅对手同以往嘅反应有咩唔同？根据你提交嘅报告嚟睇咧，第一次穿越咧系五年前嘅华南，当时嘅板木，当时板木身边嘅各位反应应该系第一次见你。仓呢、這个枪之柱嘅赤日同埋巨人道夫嘅呢一个灰咩？碧盖奇斯啊嘛，我读惯都系同样嘅情况，但系今次咧见你嘅反应咧，仿佛就好似知道你个人咁样，特别表现出咧对你嘅实力清晰了解，呢情报点嚟咧就好容易估到啦。冇错，就系扎奥博，或者唔系佢本人告知，但系绝对同佢有关。佢喺你之前到达啦，然之后以某种方式话俾佢听。为此咧，佢哋制定咗一个计划啊，拖延你嘅时间。另一方面咧，就趁机行动捕捉传说精灵。而呢两方以外咧，仲有住第三方嘅势力。那個叫真摯的少年，據我所知咧，應該以前是你的勁敵啊，同你一齊咧周遊風原地區挑戰聯盟同埋館主嘅。你同佢交手咁多次，應該都知道佢嘅實力啦。好可能咧，係佢話咗俾你聽你嘅實力情報。同時咧，佢嘅言語當中咧都有好重要嘅線索，多次提到關於變強嘅方法。呢句嘢你唔覺得喺邊度聽過咩？冇錯，就係異常天地嗰度啊，聽到嘅戰鬥聲啊，令精靈變強嘅方法。咁睇嚟咧，当时同我哋战斗嘅人可能就系真丝啦。为咗咧变强而试图寻找咧传说中嘅精灵，咁啱遇到呢个赤焰虫同埋水唔同。而咧海陆洞窟中咧，佢哋两个人所讲嘅呢度嘅赤焰虫同埋水唔同咧，指嘅可能并唔系对方，而系其他人，系原本就身处喺呢个世界嘅两个人。而佢哋系嚟自其他平行时空嘅，为咗方便区分佢 Alpha 水唔同同埋 Omega 赤焰虫。唔好咁望我啊，有希腊字母唔系好型咧。既然嚟自其他世界，咁就有可能咧系扎奥博将佢哋带嚟，就好似身处风雨嘅真丝一样咧，突然被带去卡洛斯地区一样。佢哋可能掌握咗唔知啲咩嘅知识方法，而佢咧为咗加强变强咧，加入咗佢哋，最后发生咗咧你喺呢一个奥罗安斯之心遭遇嘅一切。啊，表面上咧同你为敌，而扎奥博咧就作为第三方咧，潜藏喺暗处完成自己嘅计划。如果事实真系咁咧，太糟糕啦！唔单止火箭队啊，连闪耀队啊，呢、這个 Alpha 水唔同啊 ，Omega 赤焰虫都牵涉啦。希望一切只系咧推理错误，但系你能够咧咁清楚了解你嘅实力，又喺在场只有真丝啦。做乜突然呢个表情？唔好太紧张，只系一时嘅推理啫，冇可能咁糟嘅。佢哋可能咧都系以你为敌人过之为止。你话咩话？你成为冠军之前咧就同佢哋接触过咩话？系咩？浅滩独苗嘅等离子对水镜美术馆嘅赤人，或多或少透露出识你嘅样子。当时呢啲组织聚集喺风原地区，冇咩大动作，以为系平息咗，睇嚟另有所谋。不过赤人去美术馆做咩呢？系石板啊！大吴先生喺几个月前刮掘嘅超古代石板，石板上面记载住一个未来嘅一个预言，提到你个名啊。虽然唔知道真实性，但系咧赤人嘅目标应该都系你啊！呢、這个事态咧真系越嚟越糟糕啦。接下来看对方怎样行动呢、啊、如果扎奥博继续穿越旧的自动证明对方的准备还未完成，我们就在这一刻捉住扎奥博，又要辛苦你看看德明那里有没有线索。幻影塔、啊、其实都幻影塔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幻影塔应该是在这个、OK 又要穿越了。哇，上一次就是刚刚就是这个闪耀团、啊、之后是还有什么、啊，好似冇咯，新門咯，新門其實一路都進行緊啦，新門啊，幻影塔喺邊度啊？好啦，透過咧進進出出啊，我哋見到幻影塔啦，啊，亦即係咧，我一開頭捉呢一個遊機拉嘅嗰個地方，呢、啊這個好似只有1%機率先會出到嘅遊機拉。好，哇，超難喎、啊、呢、這個，其實唔算話真係好難嘅，不過。OK 得啦，好到啦，瞬间过咗。OK， 要使唔使啊？碎石。OK， 系啊，呢一度。OK， 我哋睇下呢度有啲咩特别线索一面啦。九极冻月，去啦，狮子。哇，爆机蚊。好，我哋睇左手边呢个神兽区域系咩先？咦？呢、這个度难道系捉呢一个暗黑利基亚嘅？系啦，暗黑利基亚各位。我就记得有只咁暗黑利基亚喺度，你讲咗啲咩啊？暗黑利基亚咧向我发动攻击，咩逃走鸟啊？啱啱最尾嘅咯，睇唔住，睇多次先。
楼下闪耀嘅唔知咩石头吓，佢、啊、又话佢走咗，但系佢又弹翻出嚟嘅。咦？唔捉得啦呢只？几多次先？挡下精灵球。被废弃的海船，冇得捉嘅喎，即系咩？二号房、一号房、水之石，喂，我唔系有锁匙咩？冲敌，哦，胡拍喎，胡拍捉得啦，应该偷我嘢，偷我嘢，黐线，奇妙空间，其实我。其实啲神兽我唔捉都冇所谓嘅，不如翻翻去啦。好啦，翻到嚟啦，我哋而家睇一睇阿爆机蚊身后嘅地方啦。雪花石，雪花石喺边度？雪花石系黑白喎，好似系黑白喎，都翻埋嚟黑白嘅。咁无端翻嚟黑白嘅，不能再借佢使用。龙螺旋之塔啊，黑白的剧情，咦又回翻嚟呢度嘅，睇嚟唔系呢度咁样，我哋行左边睇下，咁多条路嘅，呢度先系魔幻森林，咩嚟噶？又有紫渊镇嘅任务。呢条梦梦咁似梦梦嗰个咩嘅，穿唔到过去嘅，收到啦！卡比兽 set， 屌喺度出现嘅。不过其实我冇捉卡比兽，其实可以唔使要呢、這个抌咗先啦。我哋睇真啲，睇有啲咩剧情先啦喺度。嗯，嚟啦！哎，罩幕啦，见到啦，终于见到佢啦。去边度啊？前方迷途之心渗入呢、這个咩人？要穿过谨记，上下左右四个方向。如果面迷路就唔好逞强，出翻嚟。我哋 save 先啦，系上下左右，冇乜鬼嘢嚟噶呢个。I will keep on my way far and wide。佢呢度应该有啲特别意思喎，系咪咩 R L 睇 R L 嗰啲啊？应该系睇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，跟住睇啲英文咯。哇，好鬼烦咁样，黐线啊！我估嘅应该系睇大街嚟判断系行上行下咁样行左行右啊，可唔可以有排行？上右上右下下咁啊，我哋试试啊，上右下下出咗嚟喎。M 字识唔识计 ？M 字喺边度啊？上 up down left left right， 嗯冇喎，当失路。系咯 ，up down left right 嘛，咁即系点啊？唔知道喎、啊，卡关咯真系，真系卡关咯。好啦，今集玩咗多先啦，唔知道玩啲咩呢度，等我测试下先，等我自己试下先啦，睇点样过啦。好啦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